差的更多了。好的，现在两位选手已经做好准备，马上进行三四名的第一回合较量。现在是季军中的蛋第一回合，地图的左上方11点的位置，橘黄颜色的人族韩国选手瑞。我们刚刚进行了一场 PVP 啊，0-3落败，不知道他现在心态如何。Draco 现在出现在地图的右下角5点的位置，紫色的神族。那么 Draco 也是在半决赛是2-3落败，而且是非常可惜的。对，非常可惜。所以说，那么应该是。心态稍微好一点的，就是因为他在之前对润的战绩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他的强项就是 PVP。但是现在这张地图是猫机号，对，猫机号。我们现在加急制作的 VOD 呢，已经是到19号了，就是排位赛的第一天。现在在电竞江湖的社群台开通了 BT 的下载，种子呢在论坛的顶置帖子上就可以下载到，是3w.gg-gl.net。在顶置的帖子里面有，而且目前呢种子的数量为了能够保持稳定的下载，请大家下完之后不要关闭 BT 软件，为其他的朋友提供更便捷的下载共享。我觉得刚才那场半决赛螺旋3-0瑞那个 VOD 就值得下，没错，可以看一下螺旋的这个操作技巧，那么也可以看一下螺旋的一个第一视角，因为我们本次比赛一共有4个播出平台，一个是普通 OB 视角，一个是高清频道，另外两个就是选手的第一视角。对，现在先绕了一圈，一看水晶是没有被踩破，没有裸伤。科技对面 Draco 看样子是要裸伤基地了。不会，这个不会穿吧？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好，有钱了。这水晶很有意思，3400的气，1000的钱，所以这钱踩得很快，气也是差不多。现在人多，气矿起得很早，并没有选择裸伤基地。现在看一下人族将会怎么选择战术。或者没看没有，因为这张地图其实完全可以当导图来打。但为什么他会变这么早下中攻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要突击出击，失败两次，失败了。好，这一次走的好过来了，好三次还不错的，那边几农民过去，75块钱。75块钱得到侦查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这边过了两个强兵，我们来 CV 去右下角探路，能够看见对方的裸双基地，而这边这个水晶还没有踩开，还有24点，还有些晚，细节处理的不是特别好，应该这个时候基地好的时候拉农民这个矿刚刚踩好，有8点。好，还在抓，那边是被堵上了，单种攻，看这边是造什么，造基地呢还是造什么，哼，这个不好说，急，就3个墙边可能是挖矿，不是，这边看见裸伤基地了，难道枪兵加坦克或者雷车 rush 吗，有可能还是 SKT 压制后 rush 后开矿，
当普通图来打。没错，因为双方开的地方都一样，踩有些晚，不过他坦克还没有出来，对，所以现在还不太着急。这 SV 可以关键时候造个房子之类的。没错，猫兵营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补充，先补三兵嘛。嗯，强兵六个，还差24，还差三下。哟，拉了好够，这个农民拼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先点矿穿过去了，他可能在 SV 视野有的时候，现在已经点矿了，过来了，来了 SV 王兵一波，全家老舍一波流，没错。哎呀，他为了就是提前点，所以不舍得取消这个这些农民。没错，我觉得他拉了一队农民，怎么家里还有这么多农民啊？估计七八个吧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呀，全家终于见到全家老小一波流了。没错，这个是四兵营，这面是全家老小挂来，全家老小一起上，给你拼了，好拼了。这个农民看起来多，其实没几个了。这么几个，点农民，点农民，对。好，假全家老小啊。对，看着挺多的，其实没几个。啊，好像造地堡，造地堡，这边农民损失很惨啊。哇，疯狂农民。地堡能够造好，疯狂不搞了，放弃了，直接放弃掉。坦克一站这个点位，龙骑士很难受啊。没错，压进来了，敢压吗？没有，先稳一点，把这个矿打掉。哎，取消了地堡，他觉得这个地堡没什么用，主要他还有地雷啊，没有必要再花费这些钱了。这一下打得非常的果断，没错，而且运气也很好，自己也是开了这边口，而发现第一时间发现对方裸双，因为是没有 OB 的，所以他需要狂热者汤雷，汤掉了，可以不可以救掉这个基地呢？三个龙骑是打不过吧？一个红血，嗯，来压过来了，不敢打吗？还在点基地，先点基地，等后面的部队下来。没错，哎，基地被点爆了，基地汤雷撤了，撤了，肯定跑。这砖口里面龙骑骑射成了吗？嗯，这下砖口前期有大亏啊，人族现在双矿，确实这张地图不属于砖口。看到威尔四兵营明显供不起啊，又造了一个基地，很野蛮，就穿矿看下面有没有在下面再开矿，在下面开矿的话继续打，效果是在中间开了一根矿，这面是造基地了，不敢在这种家门口造吧，然后你开三矿啊，继续的开矿，对呀，你开两矿，好，现在双方的我对比，卢影是已经51了，而砖口这边是只有38。嗯。好，挤过来，你看里面。刚挤了两次。我觉得估计挤这矿他要挤疯掉了，这个坦克啊，姐这花型花型，你怎么会出不来呢？那双方在前期打的还是很激烈，但是现在形成一个平稳期了。好，打开，这是刚才抓矿农民损失也很大，没错。先瑞那边也是双矿 ，VF 一起放 ，V 别一起放，双重攻，这面是继续的踩。三矿很早啊，比神族还早。好，现在神族的三矿也好了，可以拉少量的农民过来踩。这里先穿了一个矿，过来看一下。先过来看一下，造个防御塔，然后去侦查了。这时候要踩开的话，要雷车偷袭。嗯，
里面雷蛇没有提速，在补正攻。青巡洋图啊，非常适合这个神族三矿航母。这洋图航母可操纵性非常的好。对。神族好像是不准备打右边。对。右边就是一手势，打中间看来。小 SV 直接从中间冲下来了。刚刚放下 VC 在刚刚放下。哎。马个水晶，这个没有意义。好，四中攻。你说那水晶刚放下去，继续再降下去会怎么样？不知道啊，没有试过。可能会被压爆。一个左飘，四中攻，这边是四中攻。现在人口对比 ，Draco 是八十九。如果你是发三，三，这边人还挺多的，就是堵住了，少量的部队就可以防守。对，偏远去堵。开口对面，哎，压过来了，这明显两个坦克，明显很难打呀、啊。嗯，主要是坦克的攻击力太高了。没错，射程远。好，升级雷车移动速度，现在是全力的爆坦克。嗯。估计该补雷车了，三矿运作了，现在人族的经济超好。神族在前期损失了一个基地，现在刚刚补了三矿。啊，运输机，兵营还没，还是没有足够资源来补充。其实可以配合运输机来强打这里。不知道，怎么跟 CC 想到一块？有四个 Zealot 这里面。欧比也看了一下，其实主要东西在这里，看样子要强打了。这个强打是很容易的，没错，主要是配合运输机。要没有运输机不好打，有运输机好打。而且运输机一打掉啊，这前面这三个房子就会直接送掉。好，这样扫过，雷的速度好了，准备了运输机站位。没错，从边缘过去，马上要强冲了。好的，强打了，狂者提速了，狂者提速了。想打了，来了四个Zealot能冲下来，好，及时过来救。哎呀，不过这个卡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啊。对，哎，这些龙骑。哎呀，这个，嗯，零损失防住了。没错，两个坦克，一个红鞋。接下来 Draco 不起航母的话就不好打了。没错，起航母了，能放住。但是。现在人族有两个选择，打中间或打右面，所以现在神族的主力部队还会要来回的被调动。而且人族这一波可就要比刚刚打罗贤的那波要猛多了。这人他 SV 真多呀，他拉走了一队，还有这么多。现在只是拿 OB 来观察对方那个主力部队的动向，主力部队。真多，140人口，已经有一攻了，140人口。哎，走这边了，让你没有想到，开出来了，雷车绕过来了，回防。哎，这边想干嘛？两个红鞋坦克，航母是没有资源，好，还好回防的快，没错。那这个雷它主要就是牵制你的大部队，打不打下来无所谓。现在人都又开矿移动，难道是要从下面打吗？运输机，哎，这个现在神族要防守的地方太多了，高地，嗯，录影也是发现正面收起来，好像是要推了。结合运输机，带上两个龙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主力部队又绕回来。嗯，哎呀，但是这口好小啊。哎，要选择绕路吗？放弃这片风矿，我觉得放弃比较明智一点。这边这个人族部队有点强大。没错。哇，这个地雷有用处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这波。
正面，现在正面该和正面沦陷了，在没有航母的情况下，这边空投，好，这边坦克是平推，状况也是不保，最后到处的受挫，对，打两下就撤，每个地方都有阻击点。哎，我们看他已经是后撤了，怕对方从左边绕路，嗯，对，绕到了左边，现在其实可以选择从右边打了。这边绕了一些部队，一个坦克没有血，一攻，哦，直接是下来打这边，两艘航母。好的，我这边是人族这边是已经187人口了，而神族是只有160，九中攻。航母啊，什么飞机啊？哎，要被直接奔过来了，航母要被打掉了。还好有直接过来了，一个子弹。哎，神族已经是非常大的劣势，高地的分房刚刚是救下来，但是正面又被打了，两艘航母，现在开始平推，现在多线的骚扰，绕路绕路。不过他现在绕路的兵太少了，没错，因为人家家里面还有很多的兵，就从这面走过来了，不过这口这么小，很难进去啊，进不去了。这两艘航母虽然是少了一点，但是他能白打呀，没错，而且哦，坦克还是很快的。哎，这边竟然是没有兵，现在该补给甲巨人了，九中攻补给甲巨人，正面打出来，雷车一直在不断的消耗。哇，这两个坦，这些坦克要被这两个航母白起了，可真不好说。哦，还好坦克数量太多了，估计给他白打都要打个半天。哎，这边后期是被拽口断了，不过不行，拽口里面兵太少了。嗯，而且对方久兵，九中攻保兵两攻了，控防很快，两攻一防。正面正面，嘿，这两个航母真的是杀的太 happy 了。我现在追后没兵了，追后现在人口140，还有140的人口，都是航母，航母只有四架，其他都农民吧。追后主家沦陷了，没错，里面开始机机甲巨人支援，但是这个导矿，不过兵营是不是全被打掉了？现在只有航母，没有其他的。后面九重攻是不断的量产机甲巨人，航母撑死了，现在是有六艘。哎，这个坦克其实可以分三波，一波打左边，一波打右边。啊，机甲巨人居然赶到了，来了，坦克也是被点的差不多了，好像是有应该有两队多的坦克吧。零攻的航母里面，这边是一防，其实打得慢，机甲巨人也点得慢，也就两攻。还好自己的航母是比较多。哎呀这个被点掉了，有一个被点掉了，一下就少好多。没错，侧面又来了，侧面这边又不保了，然后腹背受敌。对，哎，这边是重新开辟新大陆，没错，最后人口是92，全航母，孤影是142，还蛮多的。里面经济好，很多。不过孤影的12点钟凤凰是被打掉了。不过那边也没矿。嗯，但是它有片岛矿。对。而且六点钟那个凤凰是一直都没有被，岛矿被发现了。应该孤影在正常发展的矿是只有六点钟那边凤凰。看着他这航母是没有攻击的，航母数量是很多啊，现在是六艘航母。嗯，啊，这边机甲巨人把这个右边的风炮给踩平了，不过这方矿道开的比较安全。没错，嗯，好，机甲巨人数量非常多，一对了，甚至有六个航母。哇，因为左边还有防空塔，不过防空塔数量倒不多，防空塔不精的。在想换家吗？嗯，很有可能。这边矿踩的可真舒服。
像 Draco 唯一的运作框。哎哎，这航母没有子弹，也没有去造，也没有跑，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啊！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被打死了。白死两架航母，本来航母就不多，只有六架了。现在极限操作的六架航母。嗯。看之前人都是有177的人口啊，全都是67，这就有三对机甲巨人。哎，抢点基地，抢修吗？哎，机甲巨人，机甲就赶到了，数量不是特别多，能赶跑就可以了。天矿，唯一的一防空塔，不过防空塔数量倒不多，刚好打不进的。这边想要换家吗？嗯，很有可能。这片矿踩的可真舒服，像 Draco 唯一的运作矿。哎哎，这航母没有子弹，也没有去造，也没有跑，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啊！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被打死了。白死两架航母，本来航母就不多，只有六架了。现在极限操作的六架航母。嗯，看之前人都是有177的人口啊，全都是67，这就有三对机甲巨人。哎，抢点基地。抢修吗？来接就赶到了，数量不是特别多，能赶跑就可以了。天矿唯一的一片，嘿，这么多都没抢修，极限的操作操作，让别人解决。啊，他重攻多，现在可以出影飞九楼重攻，出影飞没有 OB， 这边是没有 OB 的。最后里面还在操作，对，现在的唯一的一片风矿也就是维持自己的小飞机。其实现在路易也是很穷啊，他也就只有左边那片风矿，而中间那片风矿是踩的差不多了，下面刚开起来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，这片矿要被打掉了，最后的资源了。航母没有点那一艘，不过砖口还有1300的钱，好，没事，一会儿没错，说他这盘搞不好砖口能翻盘。只能看这六艘航母，哎，必须要极限操作，必须要操作，而且这航母要聚团啊，这个这么短的话，哎呀，被点掉一艘，这就危险了。对，而且有一艘是吉吉，好，吉吉，Draco吉吉，对，就获得了第一场比赛胜利。Draco 打比方地图比较迷茫，嗯，遇上了对方的这个亡命多流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。不过下一站地图是他的主场地图，肯定有。看来航空选手，这边航空选手对于这张地图理解还非常好。没错，我们这选手在这张地图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。确实，在前期 Draco 的分矿被对方发现了，对方非常及时啊，在前面 SCV 死的瞬间拉了将近一队农民，接下来又取消了一些农民，对，取消了一半的农民。没错，那这边亡命的一波流，结果把 Draco 的分矿也打掉了，这一下有钱就赚大了，自己的分矿开起来。那么 Draco 想在12点钟强攻，结果对方这个卡位卡的真是有学问。没错，然后这边是零损失防住了对方的一波卡位，卡位进攻，然后顺势的后期就非常好打了。Draco 想偷航母，结果对方进攻的时机选择非常的好。坦克是平推。嗯，好了，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地图 ，Loginus 这张地图是 Draco 的主场图。Loginus 确实 Draco 在这样一波胜利。